《太上感应篇汇编解药，所谓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弥陀佛，阿陀佛请放掌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感应篇汇编解药第十三条。又曰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。 果报凡自受，四至三界苦乐，六道生成，皆悟自心感召。啊，这一条也是解释善恶之报啊，如影随形。啊、这个是啊，《佛经》啊上讲的，《佛经》讲三世因果。 六道轮回啊，这个就讲的圆满了啊。这个善恶果报啊，不一定在我们现前这一生就看到，啊，有的是下一生、来生、来世啊，或者啊三生、五生、十生啊、百千万生之后啊，才报应的。 啊，因此我们会看到，啊，有一些情况啊，果报，就眼前来看啊，好像善人呐、啊，他不一定有善报；恶人呐、啊，不一定有恶报。啊，这个在高雄凤山呐、啊，这个城隍庙那副对联呐、啊。 啊，那写的很清楚啊，这个对联写的啊，啊，就是意思啊，就是现在呢，你行善啊，没有见到善报，反而有一些恶报啊，是过去式啊造恶业这一生啊果报成熟，这个先报啊，你这个善报啊，你这个恶报报完了、啊，后面啊善报啊，他就现前了啊，这一生造恶业啊，没看到恶报。 啊，他反而还很好，啊，他过去世啊，他也有修善业，啊，这一生啊，他的善的果成熟了，啊，这个先报。那、啊、总之啊，我们没有处理六道生死轮回啊，纵然呐、啊，经过百千劫，啊，这个百千劫时间就非常长了，啊，这以劫来计算啊，就不是说几年了啊。啊 啊，百千生呐、啊，就觉得很久了啊。这个百千劫啊，那这个也就是时间呢、啊，很长远啊。所作业不亡啊，啊，这个业啊，我们如果没有超越这个六道十法界，那这些善恶这个业习种子都在啊，在阿兰也寺里面。 啊，我们还没有转世成字那这个业不亡呢？因缘会议啊，纵然呢、啊，经过百千劫那么长的时间呢，啊，但是，一旦啊，这个因缘啊，聚会啊，这个因果啊，讲因缘果报啊，具体讲是因缘果报啊，因料。遇到这个缘了。 那么就产生这个果啊，这个果啊现前了、啊，那就有报了啊。所以因缘会遇啊，因缘呐，果报成熟了啊，遇到了啊，好像啊，这个这个债主啊碰到了啊，碰到了啊，碰到他就要债了啊。如果没有碰到了，当然他这个就不会向他要了啊。但是碰到了。 遇到了啊，他就向他讨债了，啊，就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因缘会遇啊，果报啊，还自受。这个果报啊，还是自己要去承受了啊，要去承受啊。所谓啊，自作自受了。四次三界苦乐，六道生成啊。这个三界啊，又苦又乐，人天就比较。 快乐，啊，三个道是最苦，人道啊啊，这个苦乐参半、啊，这个六道啊，轮回生成啊，都是我们自心啊去感召来的，啊，自心感召来的，这个是事实真相了、啊，啊，这是事实真相，啊，因此啊，这里讲了这么。 多啊，引用三教经典来说明啊，主要让我们真正啊，去认识啊这个善恶因果报应啊，啊丝毫不爽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